一号啊，我会坐在这里。一号是什么？然后飞机在那边煮，然后发，然后就出去。对，然后这边是天线，是好的，是好弄的。然后这一区基本上是闲人免进去，因为那边有天线啊 cable 什么啊，如果有人进去要有。 那太小了，对，太小。然后就可以很明显，如果没有 gimbal 的话转弯，我想说，我相信会成功的，好，我相信会成功，当准备那么充分。好，行。还有这个防晒的，防晒的，超级那个。啊，反正要戴墨镜，墨镜，它要不要很亮？ Challenge.
You
三二三二，丢完丢完第二件事是要干嘛？对啦，就照照的。对，大人就会过年就要跑。我前面讲了一个，那个本身那个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单原来的设定，我都有帮他操作。